最佳男主角入围的有张震、气魂、邱泽、当男人恋爱时、柯震东、金钱男孩、 Money Voice。 最佳女主角入围的有贾静雯、瀑布、林嘉欣、美国女孩。首先非常的欢迎各位一同莅临第58届金马奖入围名单公布记者会的现场。最佳女配角我没有入围，入围的有钟欣凌，当男人恋爱时，李丽珍，浊水漂流，陈婷妮，青春试炼，王怡萱，该死的阿修罗，抱歉，王怡萱，该死的阿修罗。最后一位温真菱，不想一个人，恭喜你们。最佳男配角入围的有龙少华、角头、浪榴莲、刘冠廷、鬼扯、谢君豪、浊水漂流、柯伟林、浊水漂流、马志祥、月老。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最佳女主角入围的有陈湘琪、修行、贾静雯、瀑布、王静、瀑布、林嘉欣、美国女孩、方玉婷、美国女孩。恭喜你们。最佳男主角入围的有郑仁硕、角头、浪榴莲、张震、气魂、邱泽、当男人恋爱时、吴镇宇、浊水漂流、柯震东、金钱男孩、 Money Voice。 恭喜以上入围者。最佳导演入围的有陈伟豪、气魂、罗卓瑶、花果飘零、钟梦红、瀑布、李俊硕、浊水漂流、何蔚婷、胡志昕、青春试炼。恭喜各位导演。最佳剧情片入围的有气魂、瀑布、浊水漂流、美国女孩、月老。恭喜五部入围的最佳剧情片，恭喜你们。